最近有网友盘点出五位最美亚姐的近况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第一位，万绮雯，53岁万绮雯保养相当得宜，完全不像半百的女人，在网上的讨论热度丝毫不减，人气依然旺盛。第二位，杨恭如，曾经被誉为亚姐中的亚姐，虽然已经淡出香港娱乐圈多年，但她现在的生活过得丰富又精彩，不时带妈妈逛街，周围去旅行。第三位，娄希妮，1999年亚姐冠军及最上镜小姐，现年46岁的娄希妮惊现倾巢娥，与昔日全盛时期的靓靓相比，变化极大，震撼网民视觉。第四位，杨玉梅，1990年三料亚姐季军，同时兼得最上镜小姐及完美体态奖。近年她复出目前过戏瘾，演出了不少剧集，状态依然保持得好好。第五位，翁虹，翁虹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演艺事业，先后演出了多套剧集。